来感情亲像冬天，寒冷的你心无我无依，痴心的等待到底要到何时？唉，我跟你讲，那不是我冻着哦，面就真正叫阴死的，你知无？哦，哎呀，邱正贤啊，邱大贤真脱产呢。阿公，佮较早的明德哦，足戆的。哎，嘿，拢明德哦，佮伊做得来啦，想叫伊进前做这样子无天良的歹代志，那无迄邱正贤会这样子万分伊。对啊，啊，进前佮伊伫联合，迄王金虎佮吴新赛的海胆刀啦，这叫做报应，死好。这个古井啊，愈来愈过分啦。啊！进前挑工来买咱的地，想要拆咱的祖厝，即马搁较凶哦，直接要甲害死。是讲这人哦，歹心狗心啦，后摆嘛唔知要搁要什么出头来害人呢？唉，希望哦，莫搁出现另外一个林明德就好啊。哇，阿俩真正是安尼哦，我看迄个钟家芬，伊真正是该运啊，哪会过来过去拢过来这款歹人？爸妈，我回来啊！来，来，来，大嫂，妹妹啊，阿奶，你一个，阿伯呢？哦，一公下班了就会过来啊，应该两面就搞啊。烦，因为想我。哎，听你妈讲，你今日超工回来陪阮食饭的。是啊，我这久无回来，陪恁做伙食饭啊。而且啊，我学过一项新的手劳菜，要回来大展身手做给恁吃哦。哎呦，这甘心哦！哦，我你今麦搞干的啊？哦，啊，新妇甲查某囝就是无同款啊。新妇哦，做到要死要活的，嘛无人会给学咯。啊，做查某囝，三不五时等下插一个花啊，唉，就这尼啊甘心嘛。你莫讲啦，啊，你进前的成果，大家拢有看到啦。啊对，你有吹茶未？我倒迄个养肝茶，互你啉好唔？唔免啦，恁久哦，我嘛是会生的啦。啊，无明仔哦，我准备咧黑豆茶，听讲做回来人哦，啉黑上好啊，安尼好。对啦，用嘴讲较紧啦，阿达妈就想要煮。大嫂，听讲恁即摆伫厝内底愈来愈有地位啊呢，已经为公主变作是太后啊吼。明明，你今仔日是专工倒来搞考试的哈？我哪有？我是倒来陪大家的啊。啊，搁有啊，我听讲二哥甲三哥因阿母会搬出去住，是因为要体谅你，要让你好好伫厝内底做回来。啊，所以我想讲厝内底一定足冷清啊，无人啊，才倒来食饭的嘛。讲体谅还是好听，无一定因早就想要搬出去啊，毋才聊我做借口。哟，安尼你真足辛苦的呢，唔但身体真勇，搁爱扮黑脸，有够伟大的啦。妹妹，你莫搁给他降头斗下好不？我看你应该得去给你的大哥顾好啦，莫让伊三不五时就走倒来咱厝里，甲爸偷钱，你也是一大代志。哎呀，放心啦，搁安怎偷，也袂偷到你遐去啊。而且，啥物人拢嘛知影，你甲大哥哪做的代志哦？会当闪就闪，若闪袂去，当作无代志。明明啊，无代无事，讲我遮来是要创啥啦？大哥，我是咧甲你胡闹呢。你即马是听某嘴大富贵，啥物代志拢听伊听大嫂的话啊？还有进前啊，关于这代志嘛是啊，啊，佮有即届啊，二哥甲三哥搬出去住的代志，大嫂叫你往东也不敢往西，叫你站着也不敢坐下，不是吗？明。你即摆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你是讲我大咖呀？哎，现在三人有人？我无，我意思是讲，你当个代志拢为阮大哥设想，无怪遐尼听你啊。你，我要认爹啊！真正鬼巴都会。啊，莫生气啦，明明是咧甲你讲酸笑。哎，明明，你唔是煮菜阮食，还唔紧你去？大哥，我真想袂到你竟然变作 PTT 俱乐部的人，这样你惊无？好啦，
卖个冤啊啦，敏敏啊，咱来做饭啊，等下阿斌阿顿阿咱通食饭啊。好啊，今日看我表现，好，耶。好，哇哦，真正要看看你敢有影遐敖。太动人了。小蛋我要煮一点回锅肉，阿姑葱包蛋，阿姑啦，这虾酱空心菜，我你食看麦，我更定者哦。是哦，较早踮咧厝内，你连饭都袂晓煮啦，想袂到你嫁了，怎啊才贤惠啊？哦，大人拢会晓。来来来，你看，你是想去吗？现在做工可是做工咧粗饼饼，啊，较早是安尼幼咪咪呢。妈，阿舅妈是做人太太的人呢，当然嘛要宽啥的，不要出来第二代志啊。要靠咱不是同款，你又搁较辛苦呢，本来宽啥的，不要出来第二代志，该照顾细囡仔。对啊，细囡仔，恁细囡仔拢大汉啦，是讲吼，咱起码是嘛是无多好命过日子。唉，逐工啊，安尼操烦东操烦西，哦，卖操烦就好啊，妹。他要哪有可能啊？啊，拄只贝拉太后在赛性地，你也不是无看到。唉，不管即阵哦，杨飞小平拢给逼出去啊啦。啊，即马厝内面大细项工课拢我在做啦。我这个大家哦，做到实在嘛够委屈的。唉，大嫂，我样就超过你。而且哦，即马我也无啥敢讲伊啦，加讲两句啊。伊都摕囡仔无去这代志出来讲，啊，佫哭到袂出规家伙，大拢都要欺负。讲起嘛就奇怪呢，啊，较早大哥对小姨妈妈态度大些年年，啊，想要这个大嫂想安怎就安怎。啊，煞毋知影恁阿兄真是人欠伊啦，伊某讲一句，卡了我讲一百句。好啊好啊，莫生气，我替两个替消消火哈。别别别别，我袂嘴干啦。哦，嗯，我看到门看麦阿斌伫倒位哈。嗯。喂，喂阿斌，到倒位啊？我拄离开公司，我即马来罗里啊。哦，安尼时间应该差不多哦。等你到位时阵，就热腾腾饭菜当食。多谢你爱心的老婆。好啦，开车较顺利哦，等你哦哈，拜拜。喂，喂，斌哥，是我，小鱼哦，啊，有什么代志哦？你的哥本坑爹泡白鸡阿贴，我说那贴你送过去。别麻烦啦，我等下顺路经过你的泡，我再去给他贴就好啊。哦，好好好，安尼我等你。你怎么来了？其实我今天来是为了那天的事情来跟你说 sorry 的。小鱼，我如果不是那么爱你，我也不会一时冲动讲出那么多伤害你的话，又做出那么多伤害你的事。小鱼，我是真的很爱你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你看，这是我特别买给你的礼物哎，这么漂亮的东西，还是只有你才配得上。我这么有诚意了，你可以不要生气了吗？どうしたの？嫌いなの？いや、好きです。谢谢你。小鱼，只要是你喜欢的，我想尽办法都一定会买给你的。不要你送我什么礼物，我只要你不要乱发脾气，好好对我就好了。嗯。好，
我向你保证，从今天起，我们两个人每天都是快快乐乐的，然后我不会再对你发脾气了，好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傻瓜。都你啦，那我妆都花了，我去洗手间补妆。好，你快去，快点回来哦，我会想你。原来是垃圾简讯。打给阿 Ben， 你搞暧昧啊？没有啦，是他哥本忘记拿，我通知他来拿而已。你少骗我了你！亏我还买花买礼物给你，你心里想什么？别的男人啊！我没有，为什么你不相信我？你刚答应我不要乱发脾气，是哄我而已吗？我只是离开一下就偷看我的手机，你不觉得你很过分吗？你要是没有做亏心事，你怎么会害怕我看你的手机呢？我骂你，干干你的！我受够了，因为你，我连交朋友的自由都没有了。如果你只是要这样不信任我，一直这样管我，我们俩之间就只有金钱的关系，那还有什么意义啊？好啊，你想要分手是不是啊？你前男友回来就想把我踢开是不是？在你身上花这么多钱，你以为这么容易离开吗？钱钱钱，什么都要扯到钱。你知不知道，要是你家里有钱，以你这种个性，你根本交不到朋友。赛点龙呢？自己做错事情还敢数落我？我从来就没有做出对不起你的事，为什么你还是不相信我？我拜托你成熟一点，不要像小孩一样，好不好？你还敢教训我？你！给我起来！给我站起来！过来！干什么？动手打人啊！小玉，玉环中，你去了，总算让我抓到你们两个偷窃证据了哦！这个不要脸的男人，有老婆还碰人家女朋友！我警告你，别乱讲话。我只是在拿我的东西，小玉可以作证。志豪，我们真的没有怎么样啊！你别来骗我了！我看你们两个早就串通好了吧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给我过来！我叫你过来！冲啊！你别去给他挡车，我跟你讲。你说什么？她是我的女人，我想对她怎样就怎样，你管不着！小玉，呀。在那里看，我看着他。走。拍谁啊，小鱼？拢是因为我，这才害你。可叫因男朋友误会啊！林哥，这跟你无关系啦。平常时哦，我男朋友那心情歹，嘛因为别项代志搞怕。所以常常对你起家动手。你乃当忍受到这有暴力倾向人做伙啊？你应该赶紧离开伊才对，那无伊一定继续伤害你啊！没啦，林哥。志豪是因为太在乎我，伊才安尼。平常时，伊真正对我足好，真关心我。小鱼，伊若是真正爱你，一定好好保护你，好好疼惜你。伊绝对唔敢看你受到任何的伤害。你莫为着迄款人浪费你的青春，浪费你的性命。你应该离开伊。你若是选择离开伊，
你一定有法度找到愿意真心对待你的人。明哥，多谢你的关心啦。不过我相信志豪，伊是真心的爱我的，我也会用我的爱去改变他的个性。我两个人以后一定会足幸福的。小鱼，你明哥，别烦恼我啦。我知影这是你的选择，我嘛甘愿当祝福你。不过你爱记，伊若是搁较欺负你，你一定爱记得甲我讲，知无？好啦，斌哥，我知影，多谢你。袂啦。哎呀，我手脚无电啦，明明你会较有我的。你有代志，你先回去啊。无要紧啦，我是先送你回去好啊，若无我会袂放心啦。安尼咁好。无要紧啦。多谢。哎，阿伯哪会走来病院？敢是人有安怎？现在没有回应，所以无法接通，谢谢。奇怪，阿伯奈拢无开机。哦，啊，我们昨天是传什么菜啊？爸。哇，足香嘞啊！明明啊，哇，你手艺有影进步啊！迄当然啊，我是专工要煮食给你吃的啦。来，煮好啊！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这。咦，大哥，你有要去听阿母的吼？哎呦，听阿母大丈夫啦！哎呦，来啊，老兄，谢谢谢谢，谢你哦。好。阿伯呢？啊，你不是靠几下通电话给伊？阿伯人到倒位啊？你要答应无？唔免啊，阿伯拄则有传简讯给我，讲公司临时有代志处理，叫咱唔免答应。哦，我来先讲。来来来，请讲，请讲。啊，是真正公司有代志，还是伊家己无想要来啊？大嫂，你有啥物话当直接讲啊？你莫忘记哦。听讲阿伯因爸来咱家是两个大细声呢，无一定伊爸无想要回来，伊搁超工安尼讲的啊。大嫂，阿伯有答应我，讲伊会来就一定会来，你免超工，肯定为我打官遐去啊。哦，啊，反正恁大官来咱家来嘛，毋是一家两家的代志啊啦。爸妈，马克会反感，后尾我就是啊。无得卡，阿伯无来。安尼还是等到较好哦。嗯，大嫂，安尼听起来应该是你较无欢迎阮回来吼。啊，敢讲我这嫁出去的查某囝，连后头厝拢无让我回来哦。嘿，我无这个意思哦，你咪玩好人。好好，太少，紧张紧张。哎，这家就无了。哎，报警。啊，家嗨呢，我少煮一项菜，应该要煮麻油猪脑，给大嫂补下脑。李敏敏，嗯，哎，妈妈，这火锅肉，很干很干的。请问大家专门搞改哦，就会在，也不会啊，不会，加加加，那我不会，这不会啦。豆干，好，我们俩都敢夹，都敢夹。来，吃螃蟹，好，来，我们才做来尾巴，我们不要哦。嗯，好吃。唉，阿笨到底是去得位啊？去人那几通电话拢无。来，妈妈，夹这个哦。来，嗯。唉，明明啊，厝内面若有你爹哦，家就好呀。你可以替妈切水果。
好啦，我以后就等来陪你啦，哈。紧张。我嘛过去哦，你搁小兵赶快把顶后头厝住啦。嘿，你去讲啊，倒去啦你。干无影，杨飞小兵就等个后头厝住，啊，我干无影叫我家查某囝搬倒去住。妈，啊，这种代志吼，爱阿斌伊愿意搬转来啦，搁再讲阿斌因爸是爸的债主呢，你想我在讲透懂啊？ 我，莫讲这代志啦。阿斌呢？公司代志还没处理好啊？应该是啦。一定是阿斌来了。来了。妈咪。 妈妈，歹势啊，我拄则有代志去淡薄钓啊，才会接我阿狗。阿个在走。阮拢知影啦，明明拄则有着讲啊，你公司临时有代志要处理。哦，是啦，啊，都要下班啊，遮临时有代志啊。阿斌啊，你是足害的，啊，你有代志耽误，啊，无你嘛卡一下电话来，啊，你敢知影因阿妹妹哦，啊，做一顿瓜澎湃的呢。好嘛，是嘞哈。 我都唔知影迄代志吼，爱处理啥物久啦。嘿啦，妈，啊，这代志袂当怪阿斌啊，一定是亲家挑工交代伊安尼做诶，无得就是无想要回转来。阿斌啊，这讲起来哦，你实在是有够可怜诶，一边是恁爸爸，啊一边是恁太太，真歹做人对无？大嫂，今日诶代志甲阮爸无关系啦。 哎呦，这种代志你免阁是要阮骂啦。我拢真了解啦，自从你娶明明了后，都一直在做石磨仔生，安尼受委屈，讲起来真正嘛真辛苦呢。袂啦，哪有？大嫂，若要讲辛苦，也是大哥较辛苦啊。我听三哥讲哦，大哥伫外口巡视一关，啊，毋过伫厝诶，就变做小林子，互你画来画去，哄抬你一个太后。 伊调工甲你当个啦，你明知影明明找着较歹啊，莫采伊啦，来，食水果。哎呀，你食。阿斌啊，你也未食到？哦，还未食啦，明明有留菜互你，先入去食。哦，多谢。跟你食。来，跟你，跟你，跟你食。哦好，爸妈，我哩去食饭啊，好，大家早上。 阿斌，你刚刚真正无话要甲我讲。是嘞啦，我今日迟到。我无咧怪你迟到，我刚刚想要怎样，对驾驶器倒位，车上电话都无敲给我，手机都搞怪机。若小明知影，我是去处理小鱼的代志，一定无欢喜的。你讲啊，是去倒位，咁早就烦恼的。啊，我都。 为公司买二块的时阵，我雄雄去接到工地主任卡的电话啦，啊，我都挂过去处理代志，我原本想要卡电话给你，结果拄好手机也无电啦。无电？啊，车顶毋是有车充，充电就好啊。有啊，有车充啊，我上车我就充电啊，啊，我想讲我差不多要挂过来啊，所以我毋才无卡互你啊。讲真实。 我哪有可能骗你啊？哎，俊强。
安怎讲，你嘛应该敲电话给我，怎知影我烦恼你？是的啦，袂过后盖啊，哈。拢唔知影，大嫂迄个是外摆的，伫搞咱家伙啊，代志一直讲一直讲啊，袂出咱婚姻真正出问题。哎呦，大嫂迄个人个性就是安尼，莫睬伊就好啊啦。这我嘛知啊，啊不过讲遐话真正就歹听的呢。你去搁较悬的人啊嘛，一点细心地嘛。二嫂，什么代志啊？哦，安尼哦，你无代志啊，多谢你哈，嗯，拜拜。二嫂讲啥无代志啊？阿边。你讲这无话要甲我讲？无啊。二嫂讲伊看到你伫个病院，卡着来关心你，去病院创。你到底问我什么代志？相传的呀，是小雨。伊讲真多事，甲斗三工，伊无代志。你跟小雨斗三工，斗三工啥物啊？啊，都小雨找我代班的代志啦。你到底要搁想要骗我？小雨去病院，你去看伊。你跟小雨到底是安怎？你讲啊！我拄才迟到，就是因为送小雨去病院。你想到要骗我？佮我阿公去工地处理代志，你想到要骗我？是嘞啦，我无应该骗你。我就是要赶过去恁家的时阵，我顺路去小雨开的 pub， 啊去找伊摕我等伫遐的歌本。想知影看到伊男朋友出手拍伊，我才会送伊去病院的嘛。你刚老实讲啊，你想到要骗我啦？明明。我就是怕你会乌白收，我怕你会误会，我唔才会安尼做。明明，我甲小雨真正唔是你想的安尼。你若是有朋友受伤，你嘛是赶快会送伊去病院啊。想要大家对着小雨代志，伊一定要讲白贼。我就知影你会安尼讲，你有这种反应。你看啦，咱讲无两句话，啊，就过弯起来啊。迄是恁两个有鬼，恁真无安怎，打电话无挂。我这是在关心我的朋友，你是安怎拢唔肯相信我啊？我不需要跟你讲啊！停车，停车！妹妹，我今麦车开路中，我是要哪停啦？你不会停，我跳车我跟你讲。林妹妹，你停车！你到位啦！哎，你别搞你啦！你讲我要从啥？管你的旧情人就是前女友啊！哎，你别提啊，塞性地好不好？有什么代志，咱等于处理好好讲嘛。有什么好讲的？今麦讲话拢是白扯，拢是骗我，我想要听。好，我问完你，我甲小雨代志是我唔对，啊，不过我安尼做，嘛是为着咱好嘛。你那只为着咱好，都不应该讲白扯。你今日想要跟伊旧情复燃？你是想要到位去啦？我甲小雨是普通朋友，唔是你想安尼。我就已经向你解释过啊，你是听无哦？我听无无唔对啦，因为我刚刚知影，大家对我小雨代志，伊就是讲白话，就是骗我。打电话你无要接，无就转语音，我哪有可能袂怀疑？你走，我不想看到你，你走啊！林敏敏，你莫无理取闹好不好？对，我无理取闹，小心你爱四处开了吗？四处开。敏敏，怎么你落雨啊？你要去倒位啊？明明明是安怎？我甲明明会一直冤袂煞。安尼收多少万了？哎呀，你是无食饭哦？
哎呦，安即摆身体无好啊，莫受大力啦。阿伟啊，我都唔捌看你对人遮尔体贴的，啊。阿爸，爸啦，即摆身体吼，伊状况需要人好好甲照顾。好好照顾是当然爱的，不过爸啦，爸会提醒你吼，明明甲阿斌真罕得转来。 你莫讲出我，让伊心内无烦忧的。爸，我着真正感觉阿斌伊无心要转来啊，啊无奈一转来，着搁一大堆理由借口啊。伊是为公司的代志去耽误着，毋是无心要转来。啊，伊若是有心要转来，公司的代志随时拢会通处理啊。爸，你去社会拍分这么久啊，你应该会当讲是老先觉啊。啊，你拢毋知阿斌讲会晓是借口哦。 听我讲话俩，我讲一句，你咧应十句啊！爸，我也是要应你啦。啊，阿斌转来时阵，感觉着怪怪啊。伊若是感觉我讲话很无欢喜，迄代表是生气。啊，不是咧做贼，先不是生气呗。就是阿斌，伊根本就无想要甲咱斗阵好来往。虽然哦，大家拢是亲家啦，啊，不过大家见面就冤家。 早着已经亲家要冤家啊！好啦，慧玲，你就减讲两句，莫阁甲明明冤啊啦！你莫甲我冤就好，这么做爽的。姐姐，姐姐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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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搁敢讲？杨威把嘴都厉害了啦！我哪有啦？迄是伊家己先找我麻烦的。妈，你着是想过沈燕飞啊啦！你才认为讲伊是这间厝内底的女王，啊，不管什么代志哦，伊都敢甲伊讲话尊神，伊上大。嗯，啊，无咁你上大。啊，爸啦，我安尼讲啊。我就是不准后生新妇去搬出去住啦。既然要嫁你啊，大家拢爱住做伙啦。就是这颗白目的啦，自从你出院了哦，新妇大家拢要搬搬出去。够奇怪我。啊，我出院就是伫咧厝内做袂来啊，是因家己要搬出去，也毋是我甲因赶的啊。无得卡，国庆甲国华，因阿婆本来就无想要住伫咧厝内底啊。只是利用这个势，假使我要搬出去，这阵拢煞好过呢。就是你爸吧，歹斗阵啦，伊毋则会带袂落去。我甲你讲哦，你负责甲杨飞去甲我留落来。我唔管你是用求、用拜托，还是回死的啦，就是袂让伊搬出去。也若无去，亲家知影哦，讲我拢无好好甲照顾，就害啊啦。我也无做唔对啊，我想做就该回死的。对对对，啊，要搬出去代志是应该决定的，啊，爸啦是爱负什么责任啦？当天是伊的责任吗？那不是伊讲的白目，那不跟这新妇大家拢要搬出去？白啦，我才搬嘞。好啊，你搬吼，过去你甲讲的搬搬出去啦，卡袂我看了阿杂。妈，好啦好啦，我等下拿记着燕妃女王，我再改回去嘞。我来燕妃阿婆，那本来就是你的责任嘛。妈，阮拢真宽厚啊！啊，阮先等下倒出来。哎呦，哎呀，卖啦，卖搬回去啦。妈，歹势啊，我是认为安尼做较好。国庆啊，啊，你的意思呢？你讲恁先帮我跟恁爸住伫遮？我刚才是暂时转搬出去尔，啊，过阵要回来啦。是啊，啊，阮也毋是搬出去，就要回来啊。哎呀，杨飞啊！啊！真正要搬外面，这个时阵啊，咱这暗啊，明仔再搁讲啊。紧包包，紧开外啦！那无我今日醒啊，还不是在哭，会去擦着大嫂，可以包都好啊，做袂来。安尼我心内真袂得过。哎，白啦！啊，你唔是话要甲杨飞讲，紧的啊，紧的啦！
失礼了。我之前对你讲话较歹听，我无叫你搬出去啊。对啦对啦，杨辉啊，阿伯都给你回信了，莫计较，莫计较啦，哈。啊，你唔是嫌生很差，嫌我真大牌，嫌我自私。啊，我做任何代志你拢有意见，安尼唔是要甲我赶出去，我是啥？我唔是嫌啦，我是来甲你建议。这间厝是大家的，唔是你一个人讲话就准算。你爱怎样，大家互相体谅啊。互相体谅。这句话为你厝讲出来，真有够好笑的。这间厝哦，上早互相体谅的人就是你啊。对啦对啦，杨伟啊，啊伯啦哦，有咧反省啦，伊即马知影唔对啦。黄燕飞，你哪安尼讲我？你真正都无意思的呢。我以前对你咁无好，你就安尼讲我？我当然知影你以前对我真好，啊唔过拢已经是过去式啊。祝你有心了后，你就愈来愈唔是款啊。大家尽量咧配合你、体谅你，你拢当作是应该的。即马愈来愈超过啊！各项代志才无顺你的意，你就起笑，你就掠讲，你就使。好，迄是因为你是燕妃女王，所以我才无法度接受。大家哦，人一直对你抱抱打打，你敢有替人想过？白啦，妈，你回讲，我要看这外星人哦，跟我到底有阿白吗？你唔要跟我讲话白白，我讲的拢是事实。你哦，莫掠准讲爸妈是唔甘你。才要甲你闹乱，伊是惊你后头出来偷钱，你知无？贝拉，你是咧讲啥哩？爸，我刚刚唔对，你大家惊伊，我才无咧惊伊咧。做唔到代志哦，不然就爱骂啦。上欠骂人就是你啊！你也无想看卖，小平为你做遐尼侪代志，你讲咧？你伫甲你老体代志怪位遐去，无甲伊阿母即摆拖袂落去啊！过来。我甲国庆已经定无伫咧厝诶啊！搁会听你怨叹性爱相差，怨叹我是女王。上讲袂过就是爸妈，因才做完游戏手术无偌久，都爱伫咧厝诶，伺候你这无良药新妇。对啦，你就是欠嘛无人教死啦！我叫你好好甲杨飞分析咧，啊你无代无志，搁甲伊怨。妈，是医生甲我怨诶呢，伊讲我是无良药新妇。我只只为这间厝，还来照顾祖辈。即马家要做一过来尔，我就袂用好好休困。当然会用的，啊，不过好好休困，并无代表你会当无理取闹、野鸡造反。我无理取闹，我只是想要维护自己的权益。卡输你的权益，都是伫咧厝的，死过去找人麻烦、找人冤家，安尼我都无法度接受啊。我找啥麻烦？找啥冤家？你跟我清楚啊！我袂啦。你都减过两过啊嘛！林国辉，我是你某呢，我即摆去让妈去让欺负我，你唔替我讲话唔会好啊！你竟叫我减过两句。因为大哥嘛知影理亏，伊知影因某最近伫是受委屈，当然妈替你说一下。燕飞，你哪够讲啊啦？大嫂即摆身体还未完全恢复，莫阁气着好不好？好啊。飞弟哦，我已经决定要搬出去啊！我也无想要跟伊计较，卡免去影响到我的心情，对不对啊，信安？嗯，外星人听不懂地球话的哈。哦，杨妹啊，我你好啦，我代替贝拉哦，跟你很系列啦，你大人有大量哦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系列啦，系列啦，哦，别计较啦，啊！你这把是该回什么系列呀？我也无做唔到代志啊。国庆、燕飞，啊，你俩要搬出去哦，拜托，紧搬出去啦！别啦，妈，好啊，安尼我就先来啊。爸妈，你放心嘛，我一定好好照顾欣安的。哎呦，杨贵啊，妈，你就莫再讲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啦好啦，若要等就赶紧啦，作案。国庆啊，啊，开车细点。我知啦，爸妈，我先来。好，我跟你跟你出来。
看啦，大家都怪我，真正是有够衰。好了，人拢已走啊，卖菜就好啦。来，我替你抓人啊。哎呀，好。恁大家官拢无讲话，我若是无搬转来住，早晚互阮打扫起死。你都毋知影偌超过，自伊失去囡仔了后，伊就逐天爱怪东怪西，国华甲小平已经互伊逼转去阿头厝啊，伊阁毋完哦，伊伫找我麻烦。伊讲信安去打预防针，人无爽快咧哭，伊竟然叫我去想办法，不准信安哭。你看伊这个人有糟蹋人无？好啦，怎么那么古怪啦？哼，这款新妇吼，这么蹊跷，是讲恁大家官都没有法度。你这嘛是贝拉太后嘞，这几天热到要死，阮大家官因为打扫咧做过来，连恁去都唔敢开。吼，那安尼做吼，当然想超过啦。哎呦，好啦，你卖生气，林刚哦。我再搁找一个机会吼，来个亲热情，嘛来讲一声。哼，好，这位新妇哦，安尼咧晒太，迄紧咋办呐？总有一天一定要去恁头壳顶的，吼，对不？妈，其实这嘛袂当完全怪大嫂啦。伊一定希望伊当有一个囡仔，即摆囡仔无去啊，心内当然足艰苦的啊。暗只我袂使心地让人出气。我嘛是做妈妈啦，我当然当体会伊失去囡仔痛苦。啊，不过大嫂袂当因为大家拢让伊、尊重伊，都愈来愈唔是款啊。我袂说阮听伊的话，啊，替伊做代志拢是应该的。啊，算煞去，无啥物讲。惠弟啊，阮即摆已经搬出来啊，迄间厝要安怎付谁在意啊？好啦，卖生气啊，你想看卖，伊对伊嘛袂歹啊，对不？咱等伊情绪较稳定的，啊过一阵仔才把拄转去啦。要等伊恢复正常，迄真有通等。啊，杨飞啊，啊，当恁爸爸吼，即马伫迄国外时间有较侪，啊，我家己一个人吼，住遮尔啊大间哦，嘛足无聊呢。啊，即马拄啊好吼，恁阿母啊较姓安，啊要搬转来甲我做伙住，啊你以后哦，咱厝的哦就足闹热的。妈，其实哦，我早就想要搬倒去陪你啊。啊，不过啊，先讲好，我以后若是无闲袂过来，你爱替我照顾心安。无问题。哎呦，当然心安哦，这尼啊古锥呢，迄就算讲哦，叫安尼规工哦，安尼甲顾条条吼，抓伊，迄我嘛足欢喜的。阿妈的宝贝呢？哦对，耶，哈哈，真欢喜。对呀，哦，真欢喜哦。哎呀哟，啊，哎呦，阿妈好喜欢你哦，对不？还是家己的房间较温暖哈。嗯。听袂啊？你先休困，妈有煮红枣茶，我替侬啉。Honey， 妈咪回来了。Honey， 早茶，谢谢你哦。谢谢。啊，你有看到哈利无？哈利无在啊，以后嘛袂去转来啊。
你是安怎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莫紧张，哈尼无安怎？我是惊你出代志，所以该送走。什么意思？你住院这段时间，我专工去请教医生，医生就讲你有过敏性体质，加遗传好宝宝，建议咱莫伫厝养宠物，所以我就……你得赶快你上灶啊！你哪会当叫你大做大姨啊？哈尼是我的狗儿子，你赶紧上灶，一定是给他放生赶快。嘉芬，我喊你做嘛是为着你甲宝宝好啊。对，就是安尼，你嘛应该先跟我参详一下啊。歹势啦，我就知你会唔甘，所以我就先斩后奏啊。啊，不过我已经习惯和你爹住诶，每天到家的时候，他都会跑过来跟我撒娇，要我抱抱他。我今嘛，伊永远无爹啊，我。是不是的惯性嘛？不是一天两天的代志。林明德上你哈尼进前，你慢慢养过宠物啊？其实我决定给上照，嘛是因为伊是林明德送你的。你付出这么多爱护，你甲伊的狗儿子，啊，你以后咱的宝宝呢？正贤，你莫假错。我唔那是假错。我嘛是为失想，你不是在讲要彻底把里面都放回去？那你你就无应该保留任何里面的商业物件，包括安尼。我知影你的意思啦，是的，因为安尼跟我做伙生活这么久啊，所以才会这么不甘。好了，太艰苦啊！啊，真是，你跟哈尼送去倒，敢有人会好好照顾伊？咱的宝宝真紧会出世，以后照顾囡仔，你又足无闲的，真紧哦，就跟哈尼代志放袂记。真是，我拜托你跟我讲啦，至少让我知影哈尼今麦伫咧倒，安尼我嘛较放心嘛。拜托你了。好了，我讲，我会跟你算得林家，跟林明德做伙啊。你，跟你算好林明德？看你这样不甘嘛，我嘛感觉跟你就站你的，无归去，我该抱回来。哎，免啦。嘉芬，其实你讲我蛮唔对，把所有物件都用在林明德，这样我才可以完全脱离林明德的梦魇。你敢真心的想？只是哈尼。在我身边陪我走过婚变，我觉得很安慰。给 Kian， 我会更加不敢。好啦，你若真正不敢嘛，咱就该抱回来。唔免啦，送得去就送得去啊。其实。这物件拢是哈尼的，你哪会无顺续送过去？对吼，我哪无想到。那无安尼啊，咱就做伙送过，你买单好好跟哈尼说再见。安怎？惊触景伤情啊？无啊。好啦，我陪你去。早茶，来，徐欧，徐丽啊。
哦，还在睡意的哦。好。 明姐，啊，你在为啥啊？好，阿爸妈来吃，我拿坐点车陪你就好，哈。大哥，来接我啊！哦，好啦，明姐啊，啊，无你坐点车看看话吼。 这啥呢？哈！你头壳比袂肥啊！我，怎么想要比骨头薄？你还阁炸嘞？你别走！提家分阿哥，阿哥，阿哥，所有好利用人，出一口气。我最后阁予你一次机会，你若是肯甲保险箱的密码甲我讲，我就送你回去。阿伯。 叔，背公累了，你来陪我玩啊！起来动一动，等一下再画啦。对了，明姐，啊，起来行行啦，啊，陪小豪耍一下，啊，无小豪要开学啊咧，以后哦就较无时间过来陪你哦。没啦，走啦。 叔叔，你不要怕啊，快点溜下来啊！ 林明德，看起来开刀对你来讲并不什么改变嘛。林德叔叔，小哥哥哎，想起你的好年事。哎，赵梦哎哦，啊，你是要创啥啊？林先生，我是郑贤的妈妈，我本来是要去病院找您的，我看您在家，就我过来。啊，你是郑贤的妈妈？啊，找我要创啥？我是替阮郑贤。 把这物件摕来害你。
这是林明德，较早送我加分。啊，你那形容啊，啊，跟某搞咩幸福啦？只要是跟林明德有关系的物件，拢袂用留伫阮家。即卖这只狗仔害你，都拢无虾米看的。哼，张林正贤哦，小狗夭寿的啦。啊，送阮明德迄游泳池啊，海抱咧水，拜托了，当小阿讲的啦，做人莫想我超过啦。上个月要甲正贤讲分蛋落海，安尼对待伊，拄啊好尔啦。阮明德啊，即卖已经足凄惨的啊，敢讲恁就爱甲害我死，恁才甘愿？伊安尼叫做凄惨无？是伊家己做唔对代志，大家带咧伊吃苦呢。连我家妹伊不……啊，结婚了咯？伊不倒来囡仔，是不是出代志哈？无啦，加班不倒来囡仔，得要出事啊！正贤已经做好准备啊，明明都拢卖搁再话来，嘛卖搁来迫害啦。哇，这个月业绩成绩袂歹呢。我想哦，咱公司应该拟定一套奖励员工的方式，来提高员工的向心力。嗯，跟我想的同款。嗯，冲啥啦？我在争取的奖励啊。今嘛在公司较正经。哎，正经的厝的时阵，你讲两想者，到底领导你讲八千，今嘛连在公司嘛袂当想过啥物。啊！你上班哪有向心力的？上班时间开心点好不好？我不要，你就选我不正经不是吗？懒得理你。哎，老婆大人，息怒息怒，不要生气啊！哎，你上班时间的打情骂俏，扯耳提头。哎，啊！你上班唔只有精神，你是八婆啊？你哪黑眼圈啊？干部。明明，哎，你昨暗不是嘛穿这件衫，安奈无换？耶，太高贵，无洗身躯啊！你这无卫生嘞！我昨暗无转去，无转去，啊，你去倒位啊？昨暗到尾冤家啊，我只好去大饭店。嗯。啊，恁两个是去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就脏啊嘛，半夜我要倒去找伊食饭，啊结果因为这小鱼的代志去耽误着，到位时阵大家拢食饱呢，我问伊，伊阁骗我，讲是工地的代志。嗯，小鱼，啊是毋是正常去掠百万妹啊？对，本来阁阿伯拢决定好啊，莫阁用出来这代志冤家，结果今嘛，煞因为小鱼代志冤袂煞。明明。啊，你嘛知影阿斌是一个善良的人，我想应该是小鱼所以会当三讲啦。我知影啊，你嘛甲我讲过，小鱼男朋友会拍伊骂伊，我嘛讲是同情伊的。啊，不过就是无法度接受阿斌有滴小鱼代志，我嘛话骗我嘛。你敢知影，自从伊对小鱼了，骗我偌济届啊？今麦卡电话伊，天天拢无话要接。啊，进前是为小鱼受伤啊。啊！即届佫想要送小鱼去病院，去耽误着，大家拢为着小鱼骗我，结果嘞，讲我乌白想呢。哎呀，恁查甫囡仔本来上爱乌白想啊，哎，迄有当时根本就无安怎呢？毋过经过你的大脑，就变作加油添醋，变作一出精彩绝伦连续剧。阿斌就是惊你安尼，伊毋知是要污蔑你。伊是做贼心虚，好无？你若是怀疑作者心虚，不要紧，我想办法替创一台电椅，还佮测谎机，咱想办法骗伊一个电影名店。伊若敢讲袂使，你佮叮叮叮叮到金丝丝，叮到叽叽叫，安怎？神经病！哎，我是真认真替想办法解决问题呢。阿公母若是无着互相信任，安尼佮毋真悲哀哈。明明，我想阿斌安尼做一定会考中的啦。什么关系想考中嘞？我今日无想要甲伊讲话，无想要看着伊。所以你要继续待伫饭店，我看归去啊，搬倒去厝的多啊。
啊，若无嘛，看到你住饭店哦，我开钱，一定就唔甘的。无爱啦，我就是好想我爸妈烦恼啊。哎，咱甲因讲哦，惊人烦恼，就不要搞这种飞机。搞什么飞机？我在冷却自己，冷却。李白。 总长，总经理，这是下晡要开会的资料。多谢。明明拄只我伫楼骹有看到阿斌的，应该是来找你的。哦。好，多谢你，先去保养。哎，阿斌说哪里吧？袂当甲伊讲，我有来上班哦。明明，啊有代志哦，就当面跟我清楚啊，安尼图片嘛毋是办法嘛。哦，无啊，我这边看着伊，一定讲一个歹听话啊。 可是卡，嘛是咪，也是咪记袂较好啦吼。哎，咱讲好滴哦。好啦，等你闭起来啦。李白。啊。国华。小平。哎，老早。老早。老早，对啊。哦，谢谢。你要找明明啊？嘿啊。明明是不是还未来上班啊？嗯，是啊。 国华，我干咪当麻烦你替我敲一通电话给明明啦。我不要，电话伫遐家己敲。无啦，我就昨暗甲明明冤家啊，啊，拢规暝拢无停无断去，我敲电话伊，伊嘛拢无接啊。嗯，啊，你做迄种代志，当然无爱接电话啊。啊，明明有甲你联络？啊，伊即马人伫倒啊？啊？ 伊是有敲电话给阮无毋对啦，也毋过伊无讲伊人伫倒位啊。阿斌，你也遐尼讲啊？你根本在这世界上上恐怖、上毁灭性的生物，毋是酷死啦，是前女友啊！啊，你竟然为着伊哦，欺骗明明，你根本就自找死路嘛！国华，我甲小鱼真正啥物拢无啦，我只是甲斗相共尔，我就是惊明明会误会啊。 我毋知啥物拢无甲讲啊！阿伯，对查某囡仔来讲，啥物拢无讲，才会造成误会。因为我认为你是做贼心虚，才会啥物拢毋敢讲的。明明嘛是同款安尼甲我讲的，啊，不过我真正是问心无愧啊！哎呀，问心无愧就好，是讲吼。 你也是敢对不起明明，你就会知影什么叫做杀过大权头啊！阿伯，我想等明明想清楚了后，你一定会转去的。啊，等伊转去了后，你一定要好好甲解释，好好处理这件代志，啊，若无，恁就误会，愈来愈紧，知影无？我知影啦，多谢你。啊，若是有明明消息，麻烦甲我讲一声，拜托啊。Sure。 来，你先来。好啊，再见。再见。拜拜。有听到无？人是要对不起你哦。我去的不是对不起我，是阮妈话骗我。唉。 是啦，伊是无应该冤枉你，也毋过相信啊，还是善意的谎言。搁再讲，我嘛是有心的啊，搁怎啊走才找你呢？是啊，伊先得去甲伊讲清楚，啊，若无我看伊就烦恼的呢。我无啊，我无想要甲伊讲话。喂。 小鱼，什么代志啊？你要找我？好啦，无约定，我公司楼骹的咖啡厅吧。嗯，好，我把地址传简讯给你。拜拜。小鱼打电话来，代志该如何如何查吧？哎，紧张，刺激啦！
你无来公司，咱呢应该都是回去后头厝啊。啊，不过我即摆去找明明，若去拄着妈，绝对会互伊骂到臭头啊！不管啦，非得好骂就好骂啊！想叫我无先甲明明坦白的。好不出代志，先去啊。嗯，啊，小豪嘞？我快给他带去便宜陪明德算啊。啊？啊？啊？小豪无老，你讲，啊，带去便宜还是要创啊啦？妈，我才走过来，我无法度顾囡仔好不？啊，但你这么闲做哈？做一个月台，当我袂顶袂当哦。讲我这个狗鬼。气笑，啊！伊个头壳甲面顶同款，人拍带去啊！我小孩坐去面顶遐，啊，万一发生危险，是要安怎？妈，病院的医生甲护士遐尼济，没有代志啦。袂啦，你若真正无法度照顾小孩，你甲阮讲一声，我甲你妈会斗顾。妈，小孩是国会的囡仔，啊，伊要坐去互相讲，还甲伊固定就好啊。小豪嘛是徐宏的囡仔嘞，哎，恁即摆毋是要甲徐宏争迄个监护权？囡仔都顾袂好势，你是要争啥？监护权的代志，再搁讲吧。哦，我即摆做过来先做好，这是上重要的。国辉真正是食了你的嘴烂啦，即摆吼。逐项代志拢互你牵咧行啦，啊！若你讲啊，逐项都拢听啦。妈，阮安尼做是为着未来咧设想。啊，若是把月台做好，后盖想要生囡仔，毋只会简单。啊，像小豪伊遮尔麻烦，若是交我来顾，安尼我是要怎好好休困啊？啊，随在你，随在你啊！我若听你讲的，我会吐口气。哎，还要讲起嘞，弟姐啊，哎，要起一个那个财经台，我要看一下财经新闻。爸，你今嘛无钱好投资啊？你搁要看财经新闻，还是给先生哎？看连续剧就好啊啦。来啦，啉水。爸啦，好啊，你嘛真好搭档哈，甲恁爸咧抢电视看。妈，啥物代志哦，拢有先来后到。啊，请问一下，杜家是向前看电视？即摆咧做月台哦，啥物拢来人计较。都是恁家的啦，拢平头甲伊计较。伊这愈来愈好大胆啦，即摆连杨飞嘛甲逼出去啊！妈，杨飞伊搬出去，毋是我逼伊的。那毋是你一直甲找麻烦，伊敢会搬出去？陈水啊，我即摆是咧烦恼钱啦，知影哦，毋知会甲咱怪也袂啦。啊，万一若不甲国外迄亲家若知影哦，我咧讲迄代志就歹收煞。那应该是袂啦，亲家这两辈。你才是种假来说的。嗯，哎，唔是你军申请的，我看咱来亲遐个，也咪来个看一下，唔通亲母认为讲咱都无咧个关心咧。我再找一个时间去看卖。我等下我就打电话国庆啊，看看看什么时阵方便啊。燕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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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敢是你真正女王？想怎就敢有这种待遇？伊人硬搬出去啊！恁阁喊恁细囡仔去哄他，我嘞，恁阁所有代志做唔对代志，拢怪我家来，想做恁家己也无公平。喂，啊是倒你无公平啦，啊？
我要请教你，你是谁呀？啊，你跟杨妃要安怎比啦？是讲哦，话搁讲倒转来，你即马嘛袂比杨妃较差啊，你太好呢，杨妃是女王呢，太后搁比你还较大嘞，我哪有？ 哦，对吼，我煞袂记伊太好啦，我来开啦。妈，老早。阿妈，阿姨啊，这早，来这边坐。爸，阿明明讲有回来。你啊，较早来找明明，你敢无讲要回来遮？阿伯，阿你讲话遐尼啊顿顿。 甲明明冤家吼，我就知影，迄件是甲明明冤家，毋知也一大早就来找人。阿伯，安尼昨暗明明应该无去厝吼，吼，佫去我约着啊，所以讲明明离家出走啊。离家出走？昨暗个明明离家食饭，毋是佫好好滴个？ 那有何冤家啦？我还佮明明离家出走，都，都因为，你昨迟到的代志对无？我就知影，我昨看恁两个气氛就怪怪啊。恁一定是昨天开车的时阵就开始冤家啊，对吧？爸啦，哦，啊，你是真计较呢，逐项你都知，啊无你规去养算命好啦。妈。 我是咧关心恁查某囝，你吼是咧看明明笑话啦。哦，莫讲遮个啦，阿斌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啦？爸，其实我昨下敲我来，是因为我去甲一个朋友斗相共，送去病院啦。啊？啊，明明会遐尼啊生气，你送去病院迄个应该是查某的吼。 我就知啊，阿斌啊，你真正昨昏为着送一个查某去病院，啊，甲明明等伫遮哦。妈，其实迄个朋友，伊甲爸嘛有熟识啦，是小鱼啦。昨昏捡伊男朋友拍受伤，我毋才会送伊去病院。我都无想要让明明乌白想，我毋才会温骂伊。 我就想袂到，伊遮尔生气嘛。阿伯啊，你是啥物时阵佮伊个小姨有联络？爸，毋是联络啦，啊，我之前拄好拄着伊，伊就拜托我去伊开个拍带场，安尼尔啦。无怪啊，我就咧想讲恁昨昏冤家一定无遐尔啊单纯。你昨真正是无先想要倒来食饭个，佫是为着家己个前女友。 明明昨个伫替你讲话，真正是有够戆的。大嫂，我昨真正想要来，啊，都临时出状况，我毋才会较晚来。阿斌啊，既然是临时发生的代志，你都应该老实甲明明讲啊。你安尼，阮妈就是毋对，我怪明明会生气啊。啊，我知影是我毋对，所以我毋才会想讲透早来甲伊回失礼啊。阿斌啊。 你嘛足害的呢！啊，你敢毋知影明明昨昏为着你，啊，煮到一顿有够澎湃，要互你食呢？啊，你竟然为着别个查某，啊，招待伊的性命，枉费明明对你这么好，这么体贴。那是的啊。你应该要回信的是明明啦。当初我都反对明明嫁你，啊，伊就偏偏啊袂啦，啊，结果呢？哼，进前就为着什么？ 大家新妇的问题啦，啊，尾仔又搁什么公司债务的问题啦，啊，你即马又搁为着前女友代志，哎，阿斌啊，拜托你，你嘛为明明想一下好嘛？妈，我知影，知影，知影，莫出一支嘴啦。明明逐项拢让你啊啦，较互相一下用的。莫搁念啊，莫讲你找明明上要紧的。 阿斌啊，啊你搁问看卖，看明明敢有可能去叨位啊？我知影。
我会紧甲找出来。啊，恁若有是秘密消息，麻烦甲我讲一声。啊，会啦。奶奶，我先来啊。干嘛要来？哎呀，明明去，甲离家出走，啊，明明嘛不知走倒去，啊，唔知有危险咪袂啦。你是点算的？卡明明手机啊，看卖咧啊。您拨的电话未开机，请稍后再拨。关机啦。较有讲啊。 无你去明明去上班？对哦。喂？啊？阿斌才去咱家找明明。是啊，就是阿斌来找明明，唔才知影昨暝两个冤家。阿明明讲离家出走啦。哎，我问你啊，阿明明今日来上班无？有啊。哎，你叫来听我要来讲。 来电话。伊是讲伊即摆出去走客户，拢无伫公司啦。哦，安尼无伊等下等下，你叫客户紧靠我啦。我有代志要问伊，我毋知毋到底发生什么代志。好啦，我知，拜拜。哦，我爱倒，上起码人平安啦。嘿喏，人平安，心情袂平静啦。 我袂来找你。你莫暂时去甲代志哦，若无如何则？我知啦，我是要去甲关心一下啦。爸，你免烦恼啦，阿姨奶奶结婚干安尼啊，结果是离婚尔。袂啦，什么话该讲，什么话无应该讲，你拢分袂清楚。 我有只白目。爸，你看，这电视最好看的呢。我这个大声。哈哈。为着一时啊，怕的是，也够。什么代志，愈不愈大条啊？连爸甲妈拢知影你甲阿变代志啊，啊，你怕什么要处理啊？谁知影会走去咱家找我？我平常时就听阿妈甲伊念啊。 这都表示他很在乎你，啊，你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机会啊？哦，你做人较规气啊！有啥物代志哦，大家互相面对面讲个清楚就好啊，啊，干有需要你闪来闪去。是啊，啊，无时间上吊就是沟通，毋是躲避啊。啊，你以后拄着问题，嘛才会当找到解决个方法啦，敢毋是？我知你的意思，嘛了解恁的好意啊。 这个代志，我也好想办。哎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想来无闲啊，所以等下我跟小雨见面啊。哎，我刚好说完退了，冷气啊。骗人啊！我去跟小三谈判。现在无闲啊。OK。不用了。 你是有什么代志？妹妹失恋了，害你甲边哥搁冤家，阿边都甲你讲啊。这件代志拢是我引起的，所以我一定要向你解释清楚。所以这两天你拢有甲伊联络。 边哥讲你误会阮两个人旧情复燃，其实毋是啦。昨暗是我男朋友出手甲我拍，边哥看袂落去，才会甲伊起冲突。伊送我去病院，才会耽误到你们的行程，实在就是累。请你原谅伊好无？你是伊的前女友嘞，替伊甲我求情，敢毋是过奇怪啊？明明。 边哥对你的感情，你也毋是毋知影。虽然我已经甲伊做伙过，啊，毋过伊心目中只有你一个人尔。嗯。
伊就是惊你的误会，才会无甲你讲老实话。其实斌哥伊真委屈，伊压力足大的。小鱼，你找我出来，叫我体谅阿斌。我是伊某呢，我敢毋知伊压力偌大。甲你讲伊真委屈，安尼我咧，我感觉就真好过。 明明歹势啦，莫生气，是啦。你无需要甲我回事嘞。我是气阿伯，啥物代志拢无要甲我讲，要甲我讲老实话。就连即摆阮冤家啊，伫阮厝伊嘛甲你讲，伊叫我即个做太太，安怎袂艰苦啊？斌哥就是无想要互你歹做，因真正无想要甲你佮恁兜的人起冲突啦。我敢会甲我起冲突？嘛无爱伊温暖我啊！ 再给你一杯红茶，谢谢。哎，明明那在那边，哎，对面那敢不是小鱼？那几个人拢无讲啊？莫怪哦。 阿伯唔敢甲明明讲实话，一定是甲小雨有关系啦。这无好，我来甲见过一下，哪会？斌哥唔是故意要污骂你，伊是毋知影要安怎甲你解释，惊你乌白想啦。你无出来替伊解释啊？我讲阿伯代志，我家己会处理，我要上班啦。哎，妈，你哪来？阿伯。 阿伯，你明明是在讲啥哈？啊，你是来甲阮秘密示威吗？妈，无啦，你莫误会啦。什么？你误会？你即马已经有男朋友啊？呢？啊，阮明明甲阿伯嘛已经结婚啊。啊，你搁私底下找阮阿伯，无是咧比啥吧？我今日是专工来甲明明解释清楚的啦。解释啥？迄拢借口啦。哦，你心机真重呢。你知阮阿伯爱唱歌？ 啊，你就跳过去叫伊去恁店要唱歌，你用那个声哦。妈，咪去讲啊，咱走啦哈。哎呦，你别讲叫啦，这鸡拢咧看啦。看看看，看到伊看啦，对，这个互你只对死啊安尼啦。小雨是咧啊？嘿，恁来这个回事咧啦？你莫名其妙骂了互你只，我当然嘛该回事咧。哎，你咧戆嘟嘟的，你唔通叫我骗去啦？ 伊就是咧结可怜啦，佮甚物互男朋友拍，安尼阿斌就去甲保护啦。哎，啊恁搭结婚偌久哈？伊就讲白贼，你若无处理好势，就是第二个张佩琪啦。好啊，妈，莫佮讲啊，妈。我警告你哦，后摆不准你佮阮男朋友联络啦。啊，你若是破坏着因阿母感情哦，我就会放你煞哦。妈，你莫对人安尼啦。明明无要紧啊。 我已经体会阿母的心情，阿母是嘞，我以后一定要注意，袂阁有即款代志阁发生。我若无来甲教示一下。 伊会当作你好欺负，会甲你食狗狗啦。你唔通袂记，小姨之前是蹛阿斌因兜哦，啊你大概是该当作未来媳妇在照顾咧。哦，妈，拢已经过去啊，我甲阿斌代志，我甲你处理好无？啊，今日昨昏无转去啦，啊你嘛无转来后头厝啦，你敢知我心肝内，我唔敢，我着紧咧。我这阿斌哦，这红色嘛唔知安怎做啦。 甲家己某气甲离家出走，啊！你真正毋是嘛，互我去甲离家出走？啊！就是咪啊！你我毋才知影你偌委屈嘞，我毋才会气阿斌甲小鱼，啊！结果嘞，你搁咧怪我？好啦，妈，莫生气啊！我知影伊是听我，我讲你拄则讲遐话，对小鱼蛮好哩只的。 都感觉对伊足歹势啊！我若是无来甲教示一下，伊到时会心空，想我搁去找阿斌啊。
啊，恁阿嬷感情一定会去受到影响，知无？啊，若是有问题，就想办法解决嘛。我会找伊沟通啦。啊，我咧查明到底是住倒啦？就公司附近的汽车旅馆啊。啊，你先唔等下找伊住。今日你甲爸会烦恼啊。哎呀，放心嘛，可能讲就无代志啊。只要小一点吼，问题永远都袂解决啦。像恁弟遐甲张佩琪啦，啊恁爸甲林丽华啦，我甲你讲，查某人拢共款。喂，吼，啊，别啦别啦，我今晚要转去啦，哈娜哈娜，啊，好好好。你看，虽讲尔，恁爸都打电话来。啊，你甲爸小等有代志哦。系啊，就要来恁二嫂因后头厝啊，来甲亲母开一系列啦。妈，你甲爸的身体甲以前无共款哦，较注意，唔通伤忝的。好啦，我知啦。啊，想叫阮买是恁的爸母。好啦，我陪你出去，我陪来公司啊。好啦，好，叫。这哦，都要抽较高嘞啦，啊无吼，迄口下底来咧放尿吼，就真费气嘞。他已经睡着了，不会再乱尿尿了啦。哦，来啊，来，甲抱来。喂，我还在明德叔叔的病房啊。爸爸，可是明德叔叔有一个小狗。好啦，我下去了。小哈，啊，恁爸爸要接你来呀？啊。对啊，哥哥，你打电话给爸爸说，叫他再让我在这里多玩一下。小哈。我跟你讲哦，啊，你爸爸的工课哦，足无用的，啊，你莫会等伤久，阿伯讲啊哦，带你来吼。好。明弟啊，啊，阿爸哦，带小豪落来坐，点么客，你也较乖的哦，好。小豪，行。替伊好命呢，妈咪，你有啥物好的 idea 无？阿妮，唔是啦，我是讲叫伊阿妮，因为伊是你甲我的小甜心啊。这不是阿妮，伊叫达里，伊是我新领养的狗儿子啊，爸比。我叫达林，可爱吧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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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哦，好啦，啊，敢若有较好啊？你紧个物仔空空的，咱起来走啊嘛。嗯。阿妮姐姐，你喜欢跟伊讲话无？
你，妈妈要走了，你要乖，要听，要听爸爸的话哟。小芬，我知道你真疼哈尼，啊，不过大概我看你甲林敏德，大概给当作是哈尼的爸爸妈妈，我是烦恼，你为着这只狗仔囝，搁咧搭地未煞，你敢相信我讲？正贤，每个养宠物的人都是这样，我这样说只是一个习惯，你何必那么在意？啊，不过我不想温婉我对你的想法。对了，我知道我这么在意哈尼，跟你真好笑，好像很幼稚、很小气。你只不过是只狗仔囝，啊，不是你甲林明德生。你一定会觉得我反应过度。不是啦，是我无顾虑到你的感受，是我唔对。好啦，是我想伤济。我看林明德这摆状况，想要完整复原的机会应该很渺茫。应该无法度照顾哈尼，林家人干来嘛唔爱养过宠物，一定会甲哈尼送互别人。安尼嘛好，安尼林明德，甲你就别有任何牵连啦。就算应该哈尼送人，我跟林明德也不会因为一只宠物再有任何的牵连，因为。我甲伊的缘分已经尽了，我甲伊已经无任何关系啊。啊，不过你甲林敏的关系还未完全切断。你安尼讲是啥物意思？咱就还未甲萃取技术甲八千万倒转来，哪会当这么简单就放你煞？我。你也说林明德恢复的几率很渺茫，这样我们根本问不到保险箱的密码。我就不相信一点线索拢问不出来，那是给伊一挂压力。郑姐，郑姐，你刚才叫阿月，你买哪过啦？啊！不过伊就唔惊你，伊会惊我，就表示佫有记忆，安尼咱就有机会当问出来。啊！你会惊我，就表示你对佮过去的代志佮有印象了，啊？郑贤，讲啊，你讲啊！郑贤，你穿白人衫呢啦？若是佮有印象，咱就怎样好？讲啊！你密码偌济？我是将密码偌济？郑贤，讲啊！快点给佮给我，讲！密码偌济？郑贤，你来佮走来啦！不明白啊！即摆已经变个啦，你还给我放伊煞？伊若是把藏起来物件拢交出来，我就袂过来找伊。郑贤，你捌来找过林明德？伊唔来找伊啦，伊讲我拖出去，差一点啊吼，都害阮明德去互水淹死啦！阿芬啊，我知影阮明德啊对不起恁啦。恁哦，若是要找伊，讨什么公道，还是要追究啥哦？上届起码你嘛爱等伊好起来，伊即摆根本拢唔知人，你来认字，那有啥物意思啦？阿伯，我唔知影郑贤来过，这件代志我替伊回信的啦。小芬，咱是来讨家己物件，无需要给伊回信。爸，你莫去讲，先出去等。阿伯，遐是狗狗用的物件，我已经用袂着啊，阁麻烦你替我好好照顾伊。好啦，我来好好甲照顾啦。多谢你。
郑贤，不管林明德之前做过外口话的代志，伊即马根本无法度为伊所做过的代志负责。你想做安尼？我所做的一切拢是为着你，为着公司，你应该感谢我才对。现在点到了怪我？我唔是怪你，是因为林明德这世人应该就是安尼啊，根本啥物拢问袂出来，你何必这样呢？那你萃取技术该被禁吧？技术可以再研发，钱可以再赚。难道你认为林明德没有把技术交出来，戏美就没有发展了吗？你是安怎对林明德的这样无良？不是我无良，是我无希望，阁拢会真心听林明德心声。我要伊离开咱的人生，因为我要对永牛咱的生活。拍摄啊，嘉芬，但是这无需要为着林明德来吃苦来冤家。你讲我无唔对，咱无必要浪费时间在伊的身上。拍摄啊，啊，是我无考虑清楚，才害你这么艰苦，是嘞。真安困啊！哎呀，今晡改变再甲盼好困，哇，爽嘞！来来来，今遐坐哦，食一下下午茶啦。你看，今晡是妈妈特别哦替你准备的英式点心哦。这久无食下午茶，好好怀念哦。嗯，啊，你今晡搬我回来哦，对，当然来打工，就着妈妈替你准备的下午茶。这么幸福啊！嗯，当然了。是谁啊？我来开门。爸爸，进来啦！啊，请客，请嘛。哎，请嘛。欢迎，欢迎，欢迎，来来来，客坐啦。啊，是我中午无来啊，啊，你才这行行看看。慢休息一下。哎呦，啊，拢家己人，哪会这么客气啦？杨梅呀，啊，你去内底哦，搁提两袋杯仔出来。爸妈谢谢谢。请给请嘛。啊，拄啊好哦，我跟杨梅两个人在啉下午茶，坐回来。哟，好啊好啊，多谢多谢。请嘛，啊，咱请给要得够啊。是啊，伊最近哦，差不多常常在国外处理一寡迄生理上的代志啦，啊嘛，久久啊吼，才回来一转。哇，真辛苦嘞吼。没啦，早都惯习啊。妈妈，林伯，嗯，谢谢谢谢。谢谢谢谢。谢谢。哇，哇，那真澎湃哦。啊，今晚我跟恁爸两个在咪厝里，啉一杯茶吼，等下我家己停啦。啊，我拢给搬出来啊，大嫂还是拢共款。啊，伊哦，今晚连要看电视也跟恁爸在相抢，真正足无规矩啊，足唔是款的。哎，别紧啦，小款代志都计较，啊，都一阵嘛心情较歹啊，对唔？啊，过一阵嘛心情较平静，都袂安尼啊。都是因为咱拢无计较，你们才会愈来愈超过。亲家亲妈，咱哦拢是家己人，啊，所以讲吼，我就加讲一句啊。啊，其实恁两个本来就是厝内事大，有一寡代志吼，是应该爱互才做事做，爱了解讲，什么人才是厝内最主的人，安尼毋才对。是是是，这我知，我会甲讲。我当然嘛知影讲哦，贝拉即摆心情哦，一定足艰苦的啦。
也毋过厝内人总袂因为一个人的心情无好，啊，就去受到影响，安尼对象拢无好呢。搁再讲啦，恁有三个后生甲媳妇呢，啊，总嘛无希望讲去听到别人哦，啊，讲恁哦对这个囡仔安尼有大细心，啊，为着其中一个，啊，结果咧，煞去委屈到另外两个。啊，这你就放心啦。啊，阮对待迄三个囡仔吼，拢同款，无啥物大细心的问题。嘿啦嘿啦，亲嘛，阿伯人吼，因为最近拄啊老体啦，啊，所以大家唔只拢较认为袂甲伊计较啦。啊，其实你放心，阮绝对袂予伊撇起阮的头壳顶啦，啊嘛袂予伊因为去影响到国庆去宴会啦。嘿啦。哦，其实喏，我嘛早顶足为难的，啊，囡仔遮尼多，啊，当然哦。要考虑代志，毛较侪啦。啊，无亲像我啦，啊，都干那严贵有一个查某囝尔。啊，我若要做啥物代志哦，只要想讲一旦为着伊好，安尼就好啊啦。我从来吼都唔敢去受到委屈咯。妈，其实我也无受啥物委屈啊。阮大嫂迄种娇性哦，我嘛装出来。伊是啥物款的生活？过高尚。伊真正当作家己是白蜡太好。我再无想要插。啊对啦，两位啊，啊姓安的，安奈拢无看。哦，伊伫内面困啊。哦，迄天啊，去住怡红社的时阵哦，哭干的啦，啊是讲起来，阮就来个看看，唔知有较好啊无啦。啊，不过亲家亲嘛。啊，你嘛知影讲吼，迄性安最近吼，这抵抗力有影有较歹啦。啊，而且吼，拢安尼定定困袂入眠呐。啊，即摆真无简单哦，才安尼困去，若是佫来吵起来，哇，若要佫互伊困哦，迄着足歹困的哟。哟，嗯，安尼着互伊困，莫佮吵着。是讲吼，后摆你若是要来吼，上好是安尼电话吼，敲一通啊来者。啊，毋敢再讲我今仔日吼。甲宴会都有伫咧厝诶，啊，若无互恁白走吼，啊，我就歹势安尼。啊不不啦，也是阮较歹势啦。啊，就讲要来啊，无先挂一下电话，后下吼，我来注意。嘿啦，亲嘛，啊，本来吼，我是要打电话过去讲一声啦，啊，结果代志侪无闲，煞袂记啦，啊，搁再讲，拄仔好国庆咧无闲，啊，计我来无卡啦。妈，马紧啊。杨辉啊，啊，今你甲国庆搬转来住，会惯习啊未啊？只要是无大嫂的所在，我拢住甲真惯习。哟，安尼你毋着，你毋暂时袂搬转来住？亲嘛，是讲吼。予杨辉，安尼先搬转来厝的住一阵嘛，安尼嘛是好啦。啊，若无安尼一干干吼，伫咧你遐，啊，甲迄个大嫂呢，逐天吵吵闹闹，安尼嘛毋是办法。我看也是吼，先予冷静一下，啊，等伊的心情若较好，安尼就去拍算啦。对啦，对啦，啊，就先伫后头厝吼，啊，住一阵嘛，心情较好，再搁讲。啊，唔系安尼哦，够讲话啦，啊，嘛赶紧来食一下茶点。这吼是我那中间哦，请人安手工的英式点心呢，来来，吃看嘛。哦，谢谢谢谢。杜家琪，你在讲啊？真正是要人考试？你讲什么？咱就是无在的啊，才叫贝拉给他贝拉头发顶。伊也无安尼讲啊。伊是无讲明啦，啊，不过意思就是安尼啦。伊咧为杨辉抱不平啦，啊，不过代志变安尼，咱嘛无愿意啊。伊就是吼，我杨辉安尼受委屈，啊，就一个孤查某囝，对，换做是你吼，早就欠变输。啊，我哪知影变来变这款的哈？规工踮在厝，永远就是找麻烦嘛。啊，讲伊两句就哭啦，讲伊还搁伫做袂来，我变哪有法度？我上气的啦，就是连咱要看信安呐，都看袂着啦。秦英公叫咱都要打电话预约。哎，阿伯，这嘛是动物啥？咱是要动物园看熊猫生伊啊？啊，这样问爱排队来买票啊，免哈？够臭的！哎呦，还有好嘞，来来，赶紧。啊啊！
其实啊，咱要去人拜访，本来就应该是卡一个电话，看人是不是有闲，本来就是种礼貌嘛，对，卖想伤多啦。哎，也唔想看卖啦。信安是姓咱的人，不是姓黄的。伊是外貌，我是内貌，我比伊较亲的。竟然问咱看信安，啊，佮讲啥物？哎，咱到时阵佮毋是冤家啦，佮庆阳伊是住伊遐啦。啊，等咱等到恁亲了后，会再佮讲啦。啊，啥物意思嘛？伊是想要甲信安留这面黄家。卖生气啦！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来。哦，哎呦，啊，小小姐。卖生气啊啦！我就是生气咩？来来来来来，喝个茶，消消火，啊！嗯。Ready 吗？咱后生哦，啊，对两个媳妇当老头说，啊，厝内面剩咱两个老的，啊，才变得太好。想我就做晚头。安尼嘛好啦，拢过去阿哥阿英暂时搬出去住，啊，厝里上起嘛免一工阿门咧吵吵闹闹。唉，是讲哦，厝内面即马变阿足冷清的呢。哎，我即马个想真哦。其实跟我阿哥搭水果，其实足快乐，你知无？阿哥有咱先安尼哭声哦，足古锥的啦。唉，看家开的啦，囡仔大汉啦，本来就为家己的生活，对唔？对啊，阿爸一个呢，四个囡仔拢大汉了啦。阿唔过每一个拢有无同款的问题，想想的哦，唉。敢那操烦这代志，我操烦不完啦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免操烦。嗯，那边哪有可能啊？囡仔是咱生的呢。安尼就先操烦，以后要吃啥，好不？啊，我若想着我就变大主啊。我都变成个吃了。当然蛮好啊。凊彩啦，免做就好啊。小平讲了无唔对，婚姻生活双方都要有心好好经营。我甲阿平已经是阿母啊，有啥物代志应该讲清楚才对。走去，嘛无人甲伊联络，你真少烦恼的吼。无紧啊，若无代志就好。我来辛苦啊。阿伯，什么代志啊？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吗？你是不是想要跟我讲小鱼的代志？我想要知影，现在大家对小鱼代志拢要问我。那是因为我惊你会误会，
我唔只系温骂你。咁有其他嘅原因？咪咪，当初咱分开嘅时阵，我本来抓准讲啊，你甲友强已经做伙啊，我唔只系接受小鱼嘅感情。不过后来，我就是无度甲你放袂记。小鱼是为着要成全咱，伊才会家己选择离开的嘛。这我拢知影，不过小鱼这次回来变甲遐尼水，性格是甲口罩同款，温柔体贴。啊，咱搁因为厝内底代志来冤家，这敢会影响着咱的感情？你即摆意思是咧怀疑啥啦？我无咧怀疑啥，我刚想要知影你是不是真正的想法。对，咱两个冤家的代志，小鱼拢知影。今日来公司找我，跟我回信嘞，叫我唔通阁怪你，我跟你起冲突。阿Ben，想到咱阿母的代志，你要跟外人讲？小鱼安尼做，伊是烦恼讲，我若是搁伫个拍手管咧胡边想，伊才会这么关心咱的代志。我甲伊真正是朋友尔，你想伤济啊？你敢那还讲我想伤济？花开彼一时，寒冬渐渐变春天。